家晚安。Hello Google，Hello 红豆人，贝宁。Hello 黑工，早哈喽，现在很现在有三个。大家好，我想吃猫咪吐司。但今天呢，就是我早上，没有，就是我刚刚打开冰箱，发现我的吐司爆炸了。好暗红 ，Hello L U C S 木棉，然后塔瓦哥，晚安，还有雪阳，就是我吐司的袋子破掉了，在冰箱里面破掉了，还有那种一条一条线的感觉，然后我就在研究为什么它会破掉，然后后来想说是不是放太久，因为它爆出来的那个吐司全部硬的，吐司爆炸，对。就是那个袋子破掉了，破蛮大洞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被破掉。然后我看其他东西也是蛮好的，为什么这个我的袋子破？然后那个面包屑还有那个结块就这样跑出来。像我那个比较稳一点 ，OK。Hello， 淘宝哥，晚安。Hello， 膝盖帮企鹅是企鹅。Hello， 高龙爵的粉丝来了。听过警报，但没听过吐司爆炸，是不是很酷？我的吐司会爆炸，厉害吧？我的耳朵也。Hello， 蓝鱼，久不出过你。Hello， 哦哦，酷鸡。淋雨淋雨都痒，很痒的。另一个很痒，高云玉的粉丝啊，不是高云爵的粉丝，是高云玉的粉丝。都 OK 的 ，Hello， 久等红母又来 ，Hello， 哭的表情来应援了。大家晚安 ，Hello 1077综艺宣誓上副班长来演的，高一点，然后所以我就只好把它拿出来烤一烤。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冰太多天，然后冷到爆炸，有没有这回事？冷到爆炸，不要。Hello， 隐形哦 ，Hello， 是帅新人店长母也来，冷到爆炸，对，很好笑哦。还有双眼，拿双响应。还有金门奖，还有草莓奖。嗯 ，Hello， 吉青十郎，绝不错过你。大家好喽，你们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这吐司有点硬。大家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然后呢，我来分享一下我昨天的出游日记。昨天就是我们下课吧，然后就是我去跟了 Mina 和杰星吃饭。我们现在是吃饭大队。
因为跟他们上课就是碰在一起的几率就是蛮小的。对，因为这就是分完组以后就是分开上课。所以碰面的机会超小，然后昨天刚好就有碰面到，然后我们就去了吃了平价小火锅。我很喜欢吃那种平价小火锅，就是有那个自助的那种，有那个免费饮料啊、冰淇淋那一种的，就是像那种大叉过瘾那种店，嗯。安昨天那家火锅店我也觉得不错，而且还有那个爆米花，它的爆米花要找那种就是有黄色的，表面上面有黄色部分那种焦糖，那个超好吃，那个很甜。Hello，JI1995，你好，人中龙来捧场。他说罗瑞婷叫他姐，对，好像就是有一次休息的时候就听，我有听到。他叫他姐，因为周家，我告诉你，周家比我大，我也可以叫他姐。他比我大一个月，比一个月要多个两天，对，所以我也可以叫他安姐姐，安姐。还有中二临危来应援了，不错啊，可以试试。他说啊，什么？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你干嘛叫我姐？还有，我就可以回答说，因为我比你小一个月又两天。还有便当新鲜柠檬，觉得不错，过瘾。因为我们这个什么现在是高二生，高二生就是从第一个就是安安嘛，然后第二个11月就我，然后12月就是子萱，但是凯杰是什么时候生的？再好像是彩杰、布丁、瑞婷。七二十大多你都可以叫姐，玲玲，不然好，玲玲好像是8月，生日。Hello， 1316母名又来，反正在二前没有来，而且这个高二生啊都我最大，我最大，然后来一个周家汉，这样就不是最大，呵呵。眼睛比瑞婷小4日，哦，瑞婷是最小的，小4日，所以还是8月。Hello， 吴家永春学来捧场乐耶！ Yeah. 夕阳无限那多美丽，好是好天气，夕阳依旧那多美丽。瑞婷8月600，8月10，哇，蛮不错啊，差4天。8月10，
这个变成什么熊了？小公主。哎，昨天呢，就是有一间店播到老大这首歌，然后米娅就开始，因为她说：“哎，这个旋律听起来那么嗨。”然后她又开始唱，又就是这，她又开始唱。然后我还想说：“哎，她怎么会唱这首歌？”然后后来我听，哎，这个旋律好像有点像老大这个旋律哦。我告诉哦，老大，还有一首歌的 rap 超快，但是不是我外婆。我们来放一下《老大》这首歌，顺便吃个吐司。爆炸的吐司。暗红红心之怪，看一下连一下网络。你有养猫？对，我有养猫，新养的猫。看一下老大。那米吗？那米娜怎么去你家？米娜怎么会去我家呢？不这里，哪里？喵 ，K B 火车的车，喵 K B 火车。我说哈利路亚，一堆空话。你就是老大，老大就是不能抵挡，老大会给你坐上，老大成为了你我的梦想，老大说明老大不笑，整天做着老大人梦。想当年老大就靠大脑买了第一台大众，就这样子 bounce， 看我这 bounce 的不像样子。对，如果我是老大，会有白的马背着帅，为你飞飞，做大哥的自卑卑卑，你笑无名笑。可怕嘞！想要钱 ，running money， 一切都一切都得靠你自己。我外婆都告诉我说这一刻这里，因为 daddy mommy 出了生命，没东西给你，看我快乐的点着，我说 hallelujah。你养猫，但是他叔叔，我要通知。好，你去通知他，去吧。
也分了离。生命的东西给你，说哈利路亚。Hello， 坤坤。好呀，请放亮。Hello QK， 没人。Hello， 大家晚安，你们好。这个我没有听过。还有什么呢？看一下还有什么歌。Hello， 浩毅，大家好。我们来听。听。听。听这个，这个有 Yui， Hello Vika， I Vika， Hello。Hello 木咪，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，这首歌还有 UV， 好棒。Hello 大家晚安，现在来到演唱厅，演唱地方。好听好听，嘟嘟。Hello， 落日一笑笑母来。哎呦，哇哇哇！Hello， 若日一笑笑 ，Hello 蔡雅恩的追 ，Hello 明基某某 ，Hello 欢迎战士，大家 Hello， 你们好，找不到时间插曲，什么叫找不到时间插曲？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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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没有网络了，你俩那边，你俩现在做什么？
他在聊吐司哈，他在聊吐司。为什么他在聊吐司啊？他怎么在聊吐司嘞？他在聊什么吐司？他在聊什么吐司？吐司？他一直在聊吃的。他在聊什么吃的？他在聊他吃烧肉的过程。欸，你有没有看到他昨天那个相片？他昨天那个相片就是他跟杰西一起去吃烧肉的照片。然后那个，我发现那间烧肉的烟好大。很那个雾很高，可以烧那么大一点，然后直接把杰西，的脸整个盖住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直接把那个肉给盖住哦。最近你好想要吃烧肉。非常啊，他网络好大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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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哇哇哇哇呜！哇呜哇哇呜哇呜哇！我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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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还好什么？我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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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。哇！我去那边那么久，都这么少人讲话。对呀，都没人要接客。所以我就只能自己讲话，我自己在那边，哇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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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没关系，我们来听啊。这个网络太大了，没有网络可以讲，没有网络，我们来听，听什么嘞？我们来听。啊，我们听那个金钟奖的 OZI。哎，我觉得他那个表演很酷哎，直接把那个他的那个后面那个夜店，有点像夜店背景的感觉。听熊熊儿童合唱，这什么东西呀？现在好喜欢乐福啊，这网络弱。耶一耶一，跑不出来，跑不出来。香港的，那肯定是讲广东话啊。你看，现在没有网络。哦，有了，有了。然后呢，我就等他跑起来。哦，有了有了，这是广告。嗯，然后宕机，你重开 WiFi。啊，有了，还是要等一下。我们来听这个9M 爸爸和 ODI， 对，对对对，哎。
那种 rap 很难唱，就像那个很快板那种。你真冷静，我在家网络上不出二十年在发脾气，干嘛发脾气对不对？就需要让他跑一下。香港人喜欢什么都快，对对对，你上班打很快，嘘，这样，对不对？小妹自己在前习惯了，没有，有时候网路太慢，我就想说不看了，就直接刷掉重来。他不变绿，猜。Hello， 鸡尾包木木来了，这只窗边。看着我还一直不服的放电，Be up tonight， Be up tonight， 要拿麦克风，它有那个 feel 和麦克风的 Be up tonight， 看一下我手够不够长。好像不够长。吃饭从未超过十五分钟不算大食大节食。啊，吃饭从不超过十五分钟，可是有时候我赶时间的话，我也可以不用超过十五分钟，就是我很快就会自己吃嘛，就是，可是我最久可以吃个一个小时多，很赶时间的话大概十分钟，粉丝团只有十人，可是好威猛还在啊，看谁的结束了，一个月结束了。但我每天都这样，这样会对胃不好，会胃食道逆流。你说对了，最近我也不熟，不知道有没有感，一定有关系。OK， 那的假设，爱，那骄傲，我就要，来碰碰。好好酸啊，我来举着电脑然后这样摇啊摇啊哦，好听欸，我喜欢这种风格。哒哒哒哒哒，最近喜欢听他的表演。我是个很随性的小孩，我们来听。听这个。
最近麦当劳不是有那个 bagel 早餐的 bagel 嘛，很想去买，可是那个好早起哦。我大陆其实都说很难接待我姐，就是因为你吃太快。啊、我刚才打了我手机，有点 local， 哎，怎么解释 ？local kid。卷舌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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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 ，local， 怎么卷舌啊？要放慢速度，我来看一下。
Hello， 大家晚安。星期五维克安什么？今天星期几？星期一，星期五什么时候？星期五是10月10号，10月10号国庆日是吗？10月10号我放假，好开心。应该会或不会吧，不确定。还有田中豆莉啊，最爱粉红梅花来了。嗯，还有范范，一来小妹就超嗨。对呀，我喜欢听这个。Look sensei， 你想多次星期五几号？10月10号啊，今天星期一啊，我知道。对啦，10月10号，星期一，星期五就是国庆日。有，没有星期六，所以是9号，9号是2周年结束，2周年结束应该很晚了，要5点开始，这样，7、8点，可是通常我们回去的时候就已经关，大部分店关门。熊妹呀，哈 ，Hello， 顺少开分享直播间。还有红豆人，红豆人，绿豆人，喵，还要自己玩的说对，对。谁做的不多？真的有？嘿，蹦蹦的天空，像那个蹦蹦。真的有哦，蹦那个蹦蹦那个蹦。Boom, look at boom, boom, look at boom. Boom, look at boom, boom, look at boom. Hey, 就像 hey, 就像 hey, 可能有人买生日蛋糕在公司，真的、哦、是谁啊？我是领导吗？却难道生活？难过，我干了，我累了，认真。不准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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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准备。哎，你的老朋友是什么味道？有没有想要来点帮帮哦？10月9号是谁？你都问得出？我说10月9号呀，没有，你说可能有人买生日蛋糕在公司，然后我问你说是谁，我当然知道10月9号是谁，就周家安啊，谁不知道？真的是哦，你明天那么多，为什么还背不起来？因为我记忆比较弱，因为我只听而已，我不会记啊。就像我钢琴谱，我只会弹，我不会背而已。所以要背的话，就要花很多时间。是谁买秤？可能好像正好我最近没有钱。一起。正好我最近没有钱了。不背。或者，金百度，脑容量大小的关系没有。哎、欸，哪有啊？我要背，我可以，我就是要背很久，就是我必须要那个想背的心情才要背。但我告诉我要背很久，就是会背超久，你知道吗？想要来个奔跑，就是不想背啊，那你就背不起来。怎么可能？在我们之前国文默写，老师说，就是他上完一节课嘛，然后他突然说他考默写，只有10分钟，一节下课只有10分钟，剩下10分钟你就必须要赶快背，因为没有考到几分，90分就要补考，所以那时候我就赶快背，要一定要赶快背啊，所以就背起来了，10分钟。不过我背默写，我即兴默写那种，
中午睡觉在背的，你也没有准备啊。嘟嘟嘟嘟。这个音乐是拿来享受的，不是拿来背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脚麻痹啊。还是。那什么？最近还有什么？嘻哈之歌有考90分，有啊，我考100分。好，我发现我的老龙脸款不错。不错吧？还有滋滋的哈士奇米了啦，还有海。问号？什么问号？什么问号嘞？Hello， 小仙小倩你啊，你看明年开播小仙才会来，真是个太过分了，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我现在卡巴起来，恭喜小妹，谢谢谢谢。哦，真正是卡巴起啊！还是故意的呢？小麦云觉得都不接你电话，你有生气吗？没有啊。哈哈哈 ，Hello， 古早古早味来了，还要变成一些什么行动出来了？我现在脚麻了，还有我最近脚抽筋，就昨天睡觉的时候抽了3次吧，超痛的，我还要自己爬起来扶着我的脚，因为我抽筋就是一定会扶着自己的脚。就很痛嘛，然后我就爬起来，因为就是你不能伸展，就是你脚你抽筋的话，就是你不能伸展，就是你不能把你的脚伸直，你要把它弯起来，不然更痛。啊，没有啦，我最近比较忙啊，你干嘛就知道？原来如此，是这样的吗？胸围习惯。对，小妹习惯。现在小猪耳朵送天蝎宝宝，不管这个你觉得生气吗？没有啊，没有没有。那时候他跟他问的事情，可是我以为他下播了，可是他没有，因为他跟我说他直播。那欧王不接你电话就起不关事情。对，他现在还不接我电话，我现在非常找他非常的事情，他现在还是不接我电话，我才打他。没有，因为他不会回讯，不是高云爵会回讯息，那位小姐是不会回讯息的人。还有膝盖帮阿哲子阿哲母也来，还有倔黄鱼，还有舒胖胖来了，叫多次商家比较不会抽筋。为什么是多次商家？不是多商家，可是我超不喜欢吃香蕉，没有很喜欢香蕉的口感，哪一个？会不会觉得哥没话了，所以不接电话？没有，那时候他在直播呢，他在直播，怎么？他在直播，所以他没有接。那安安你会接吗？会啊，安安一定会接。我告诉你，安是那种秒读讯息，好不好？那你直播进来，你觉得他又不说话，跟你打招呼都不理的？没有，因为网络很挡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现在网络就挡了，都你们还。就是因为我就是这个讯号不好，然后你看直播就是会跑不出来，就是会宕机啊，就那个人就宕机，我想说就不要看了，因为宕机就那个人就停留在那边，然后就什么都看不到。这时候他的木一他不懂用 take 回应，就宕机是要 take 什么、啊、他的秦雄来应援了。算了，关机啊！我现在手机的电没有很多，而且最近手机耗电比较快，就是没有干嘛，放在那边它就耗电，这是一个弱的。就是你手机放在那边，然后它就大概变成80几，不然就是看个什么 FB， 然后它就很快就没电。Hello， 莫里斯电老化，对，他现在的健康度是93，
你手机不是才买一年吗？对呀、啊，因为它健康度太弱了，93%，脸书最新一点消耗比较快。啊，太弱了，93%因为我，因为暑假嘛，都是就是比较常玩游戏，就是呢边打电话边买游戏，然后所以然后又充电又没有电，剩40%，还是要打，所以然后我从原本健康度100%变95%，直接变95%。那买三星，买三星我被直接宕机，我在熊妹不玩跑跑安，就是你也有在玩，就太无聊的玩一场，然后就不玩了。是不是跟上次中毒的手机变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变这样，就是耗电耗很快，我觉得。然后我现在也不敢充电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手机现在剩53%，我还有半个小时，希望它还可以撑住。因为我充电话，然后因为我充电话，就会手机会发烫，所以不要充。这个耗流量太大，还有翠翠，还有说是找卡因，我每一季至少排位大师哎。什么鬼呀、啊！我没有在玩，没有在玩，没有在玩。Oh yeah, oh yeah！ 暑假爸爸不在，随便玩，没有。跑跑排位。我虽然是跑跑排位，可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打那个游戏，你要打很久才有大师，哎，还有扣分，太麻烦，已经没有那个，你知道我玩游戏就是一阵子一阵子在玩，就是不会常玩，你知道吗？是你开始玩我才玩，结果他不玩了，不玩。就是你知道一段那个游戏的热潮过了，我就不会再动。我最近都是玩虾皮的游戏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米娜很会玩虾皮游戏，她都已经破超多了。我不知道她都怎么破的。那你这阵子在玩什么？我没有在玩什么，都看影片了。不然就是滑个 FB、IG， 然后去玩虾皮的游戏。你稳定跑前十，你就慢慢上去啊。哦，也是吼，对不对？总为你的对，没有错，就是玩久了就不想玩。好啦，没小心，没有吧 ？No no no， 米娅是因为有优惠才玩的。对呀、啊，就是有虾币呀，还有那个可以循环。还是等那个更新，更新好像游戏关卡就变多嘛，因为它有个关卡是那种图案，就是有点像 Candy 的那个，它已经破了178关，已经没了、欸。他等他更新才有关卡破，然后他现在在玩射气球，他射气球有70几关，我不知道他都平常都是玩这个吗？他玩的好，那个好多、哦。我现在还我那个连连就是像 Candy 那个，我还30几而已吧，我没有像他那么勤劳。哎、欸，那有时候好难呢、啊。那滑抖音比较好哦，滑抖音。哎、欸，我也不常滑、欸，因为我就是纯粹就是没事做才滑一下抖音。啊，是说你还会打电话给我吗？还是还在机车？没有，是有时候吧，可是他没有在理我的，他就是放在他不知道那个他就是连已读都没有已读，然后连电话他电话一定会开勿扰模式，所以你打给他也没有用，所以他就是空壳在里面。要多吃含钾，香蕉、芭乐、奇异果跟蔬菜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前几天我吃芭乐、欸，我觉得芭乐不错。同届香港小小成员，你安安、诗雅杰、韩韩丽、麻油美玲果果，嗯，
错，是空壳，他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是空在里面，他就不会回讯息那种。哎、欸，有可能他只会回周家人而已、啊，因为周家人会找他讲话，他应该只会回他而已，所以你想他都找不到他，就是我有事要找他，结果他现在不理我，他让我现在有点困。他有摇来捧场，嗯，要吃含钙豆腐乳牛，哎、欸，这个不错，就是要补充钙质，对不对？牛奶，然后木耳豆腐，嗯，这些豆腐我比较想吃。熊妹真是被边缘吗？没有，这次被边缘。哦，我突然想到。哦，白痴哦！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我昨天已读了，是我昨天已读还是刚刚已读？好像是昨天已读，可是我好像还没回答讯息。小妹好可怜啊、哦！想好兄弟哦，去给他听，他一听不接，因为他是会开勿扰模式的，我告诉你，而且他还是会玩跑跑的，他还有在玩跑跑哎、欸。还有李天天来捧场，还有晨晨来的，已读谁啊？还敢移读？没有，是移读我同学。我忘记回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没有，就是我不小心按到了，然后我就忘记回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按，我又是什么时候按？好像是昨天吧。我刚刚回了谁讯息？还记得熊妹发柏林吹头发看？哪有啊 ？Hello， 小公主 ，Hello。还没有，因为我吹头发，我要干嘛？吃饭。没有，我是先吃饭，我再吹头发。那我小盒子给你，你每次都忘记回，我为什么可以回你小盒子？你想太多。Hello， 真是要搞来应援了。同学被熊妹他一定觉得难以置信。不会呢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都被塑胶很久了。Hello， 小公主，来捧场了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再回家，不急不急，不急的啊，各位，不急。被你发现我说话的陷阱，当然，我这么的聪明，说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？我跟我们同学就是，我很不喜欢看那个红色，就是有讯号，然后有时候就觉得哦，算了吧，就留多一点再回。然后呢，我就是放在那边，就去看一个什么，就滑一下手机嘛，然后觉得太无聊了，然后就去回一下好了。你已读人最久是多久？一年？没有，一年放在那边我也看不下去，大概是，好像很短哎、欸，因为我看不下去那个点那个通讯，大概是一个礼拜吧，就是它已经被刷下面，它被刷下下面，然后我去滑一下，哦。这边有个人呢、欸，然后就已读了。吓死！对，因为我很多那个，大家也不是很多广告的那个，就是有加入，然后就有一大堆那个讯息，然后就刷下去了。太久没了，你好威猛是怎样？好威猛现在就好威猛，我好威猛，好不好？什么威猛先生情节记啊？真是哈！谢红豆说小公主才不是，才不是。哦，
而且我昨天去公馆的时候，我就因为公馆捷运站走出去就是台大嘞，竟然就是台大那个，而且台大那个还好大啊，就是捷运站出去一样，那就是台大，超酷！我现在是潜力小时班，我怎么要变潜力小时班？专门炒厕所的，才没有嘞。你们才专门扫厕所，真是哦！乱讲话，对呀、啊。我第一次去所以觉得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看一下，好好呛，哪有我怎么会呛对不对？然后我昨天还去看了那个，就是附近公馆，因为公馆夜市位很大，结果它就是那一小排卖东西，然后那对面有一小排卖东西，其实它没有很大，我觉得。跟谁去啊？跟 Mina 还杰心，没有错，就是昨天上课有我们有一起上，所以才有一起去。熊妹看完台大会想去读台大吗？不会，虽然我没有走进去看，我只有经过它，就是它的外面而已。可是感觉它是蛮大的，可是我也不愿意想读，因为你也考不上啊，对不对？你干嘛去想那一所大学？熊妹上台大，我从六表把面泡在台大。我们也要想上好不好？真是哦。好，来，最近你跟杰星好起来，对呀、啊。还有 T 恤嘎想来了，就是因为自从有一次练习吃饭，他是跟妮妮和法法他们，就是和杰心一起吃饭，然后到最后就是因为明娜最近跟杰心不错，然后他们就是常常一起吃饭，然后如果遇到他们的话呢，我就说好，因为我通常都会想找妮娜，就是都会去跟妮娜吃饭，就想哦好，那我就顺便跟他们一起去吃饭，所以就变得比较好一点。没有错，他还偷偷跟我告白。他突然有一天，他就跟我说熊妹，然后我说什么事 ？Hello， 我说嗨你好。没有，他就先打个熊妹，然后打个嗨你好。然后他就说熊妹，我好喜欢你。对啊，我觉得好笑。突然说熊妹，我好喜欢你。我突然那个。黑人问他，然后我好像打什么，我想打，我不知道我打什么，反正我打一个，打什么鬼嘛，还是什么的，很好笑很可爱，我觉得太好笑，太好笑，不好意思，太好笑了，这几个不是都不同组了？没有啊，杰西和米娅同组啊。你跟明娜真的是超级好朋友，当然，友谊的象征，你们得不到的。突然真钱高啊！对啊，就是我突然滑手机，然后就看谁，谁传讯息啊？然后他怎么突然传那个，吓到你，吓了一跳。突然告白，你们实际一点，不要太大。我也没有太大吧，真是哦。那你们交往了没有？想太多，还有 QK 什么好突然告白？对呀、啊，他吓到了我你跟米娅关系那么好，你养吗？有可能米娅喜欢阴猫啊，真的是哦。如果我们告白，你也会跟我们说什么鬼吗？会。没有啊，还是打笑死，还是打什么鬼啊？我想一下啊，那是打什么鬼还是笑死？你拒绝人家，我没有拒绝人家，还是讲什么？我应该是打笑死，然后换那个哭笑的图案，还有玉超来源。我想一下我的回答方式，有可能就是什么鬼，不然就笑死，应该就是这样。前面好像不太跟别人告白，不太，我比较喜欢跟自己告白，人家鼓起勇气跟你告白，你这样会说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哪有吓一跳耶？那太热情了，我也惊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
就觉得很好笑啊。难怪没朋友，说没有朋友啊。就特别好笑，然后不知道我想起来都很好笑。我现在只要看到他，我就想到他突然跟我说：“小妹，我喜欢你。”然后就后来我们联系的时候，就跟他说这个。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科技的乱打，发挥他科技的乱打的功力，他这样吼吼吼，熊脸内心应该小鹿乱撞，没有，我好笑，答应他，原来熊没那么好，当然 ，of course， 其实可能醉，我觉得他有可能那天喝了酒的。然后突然看到熊妹有回讯息给他，然后他就突然找一个这个人出来，特别好笑。谢谢 QK 爽枫叶，很好笑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好笑，不好笑。嗯耶，耶，哦耶。Q K 的头衔放了高云爵，高云爵，云爵，云爵，这新冠爵没有好不好？怎么突然有点乱七八糟的展开？没有展开好不好？你最近压力大是不是？这额头好像变高，什么压力大额头变高？什么鬼？有这个理论吗？什么？你最近压力大额头变高有吗？还是一样吧，我觉得。先吃饭，拜拜拜拜 ，see you later， 拜拜。变高吗？应该不会吧，额头不会变高。耶、yeah. ！小妹，你觉得我晚餐要吃什么？嗯，吃炒饭，吃炒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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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啪啪，啪啪啪，炒饭 ，Oh yeah， 炒饭 ，Yes， 炒饭，炒饭，炒饭。耶耶耶！我还想我等一下晚餐吃什么？吃面啊？可是我还好哎、欸，因为我还有一颗面包。还有中午有好好准备吗？有的呢，有的呢。吃牛排不喜欢吃牛排，因为它切太麻烦。我比较喜欢吃铁板面，可是我。铁板面好像有点遥远。Hello， how are you？ 不错，跟你一般吃披萨，嗯，还吃麦当劳，还吃肯叉鸡。期待熊妹吊钢丝，吊钢丝是一种网络用语。熊妹，熊吃肉要切什么？要啊，不然怎么吃啊？人家还是不要吃，还好。可是我，吃东西吗？还吃水饺？水饺还是要吃面？还是要吃？好像就水饺和面吧，可是我还好哎。Hello， how are you， 小妹，晚安，你好。Oh yeah， oh good night， good night。
熊不是一饼肉丢进口，没有好不好？你们想太多，那个死人族，唉，就是吃水饺还是吃面面，还是吃卤肉饭？嗯，真是太难，还是吃霸王，还是我打去买霸王，深深念念的霸王。可是啊，可是现在有下雨吗？有下雨吗？下雨的话，熊就不出门。熊吃肉不是要大口大口啃吗？没有，好不好？想太多，你才大口大口啃。还有佩佩慕名而来。哦耶，还是吃霸王，还是吃玉饭团？对哦，大口大口啃，不用切，不要切，好不好？这样我牙齿很弱的。台北有雨，然后最近因为不是国庆日嘛，听说有台风嘛，国庆日有台风，这大家都不用出门哎、欸。高雄啊，所以高雄没有下雨，下雨下雨。Hello， 西西来了，我现在剩几趴？这个目标看起来剩40几趴而已，41趴哎。我在充电，它就会。谢谢 Long Life 官方送的周年烟火啊！哎，它会自己跳出来一个周年烟火。好酷啊！酷欸 ，Long Life 官方送周年烟火。烂关长，他突然蹦出来了，自己送。好酷哦！第一次看中，哎、欸，我现在手机没有充电就在发烫，我现在剩41趴，不行，它还可以撑，等下30几趴的时候就送去充电。所以要不要吃霸王？还是吃？这么还好，目前的肚子来说。还是我去买玉粉藤。玉粉藤，好酷哦！它周年烟火蛮漂亮，好看，喜欢。我今天也喝蜂蜜，我喜欢。如果不是关长写那么多钱，每台送烟火。可是他的烟火又没有加到我的钱里面。哎、欸，不过他那个等级好高、哦。一位神秘的浪客。哦 ，Long Life 账号999。酷毙了，很酷的噻！我加一个蛋，我上一个蛋，呐呐呐，叭叭叭叭叽叽噗噗，哈噜呼噜呼噜。大家好啊，大家好啊，哟哟哟，哎。有有有嘿！我现在正在犹豫要不要充电，我觉得要充电还是不要充电，要或不要。可是我怕它充了就宕机，所以谁会舍得送完一个贵又不算排名的礼物？嗯，好像也是，它就是给你个纪念的。要充吗？还是不要充？到底要不要充电？爸爸，爸爸。还是不要充电，剩几趴？剩，可是不是听说电池比较剩，剩39趴。
39，你要播到几分？我要播到33分，6:33，还有33-93，20-9，14，不对，还有23分钟，现在10分，23分钟。还有23分钟，23分钟可以撑到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39，我们看它平均一个小时降多少。现在算10分，然后我们每5分钟看一次，看它一次都降多少。可能加声调，反正应该还可以吧，应该还可以吧。应该还可以，好厉害，居然算得出这个啥，当然算出这种变变变变变变变17:46，10:53，5:46，53%，现在几点啊？麦当劳宝宝，我们算6:10，那、啊、好烦哦，这不喜欢算，6:48:10，-17:60-4665，56分钟，现在是53%，姐39，我们点计算器啊。53-39-19-14，你看他说54吗？19还是14？我们刚才一开始数字算多少？54分钟哦。14×14=14，4:32，啊，好累哦，4:33，平均3分钟占个电，好像应该还好吧。应该是这样吧，我算的，我不知道我刚才算什么。特别难算，没关系，我就拿来看一下就好了。还有3分钟，看一下。这算术能力特别难，很喜欢那种心算超快。哎，你知道心算双看，这你考试算数学超有力。哎，这个我喜欢这把眼镜，很适合我。秘书型老师，还好有那个封面的那种感觉，会配上一点。最近好像在去买这个中油的帽子，去买一顶黑色帽，看不出来是中油，真的很棒这顶帽子。虽然它的 mark， 可是它 mark 也不长这样。他们是不是看起来像有大明星的风范？这样，酷耶，不错吧？好看。好了，变形线模型就冲，变形线礼物来源了。喜欢这个大明星帽子，看起来很有质感。等我到时候去买多一点帽子，直接买帽子回来。微笑在天上飞，
哇哇我的玫瑰毕竟是钻石，我搞不清楚。我在唱什么东西，我也不知道。这样比较好看，我喜欢这个装扮，特别美。55分哦，15分算几趴？看我刚刚算什么的，36%，刚才几分？10分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。所以它降了6个，哎，所以是每5分钟降5%。卡，哦，不好意思，就这样卡。9、8、7、9、8、7，每5分钟降3个，现在卡吗？9、8、7、9、8、7、9，每5分钟降3%。所以我感觉，我刚才说每1分钟，每3分钟降1%，然后它是每5分钟降。3%，现在还要卡吗？好，阿当慕名而来，他是小猪耳朵，所以每5分钟降3%，我要播到几分？33减16，33减16，320。33减16多少？我算一下啊，33减10。只有17分钟，每5分钟降3%，17除以5多少啊？5、3、15、7、6、5、4、3，哦，5、3、15啊，15啊，剩15而已，哎，剩15%，15、16、17、18吗？没有啦，看这人气了，好像我算错，我自己算。33减10，我要17呀，17加33多少？白痴哦，算错了。不对不对，我自己算。17加16，7加17，14。对啊，我没有算错，17分钟啊。然后每5分钟降3%。每5分钟降3%，算是17除以5吧。你好，剩17。看那件事有没有比较容易？没有。可是我是16分，15、16分欸，对啊，17除以5吧，不然我没有算错，差不多等一下会有10几%或者20几%分量，我觉得。应该也不这么快吧，我预测等一下播完大概会33分的话，大概或者20%吧，我觉得。那你应该去找猫猫吃饭，什么3分？你开心啊，你俩是友情的象征 ，OK， 真是。
我们等一下就来见证我有没有算对，应该是有吧，我再验算一下。但数据大概15%到20%，有可能。熊博士是这么想的，我是熊博士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一次我们是吃饭，不知道讲什么嘛，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们讲了什么，所以嘛，我没有友情，有啊有，当然是有友情啊，对不对 ？Hello， 吴亦凯，我是好友，有点难想。我这有没有很像 hip hop 歌的？这样有没有很像？hip hop 歌，有没有很像？有吧？你想到嘞？像对不对？这演技就很像了，好看。哒哒哒哒，啊，这边手拉伤了。这样，哎呀，小兔牙。小兔牙。Hallelujah， 这样，这手有点拉伤。Hallelujah， 好听吧？我是 hip hop 仔。Yes， 兄妹，总觉得熊妹妹以前屁累了，总觉得熊妹妹以前屁，什么以前屁，我以前哪里屁？你给我说清楚，说明白，累了，不是，是成熟了。你真的会 hip hop 吗？会啊，我就是，我就是。而且我真的蛮像 hip hop， 戴这顶帽子更有风格，适合我。我决定要去多买几顶。哒，有，你在说什么？大新娘，不唱。看来是不会的。会，我拿星星打你哦！哒。可爱吧，星星。对，好痛啊！这边拉伤。那个当起就这样。哎，我真的觉得好痛，要拉伤的感觉。对，对吧？睁开看，怎么这样？呀！跟着我一起唱歌，唱起来！哦，哇哇哇哇哟嘿哟哟哟，就在预备。今年几岁？今年16岁，是个高中生。熊妹下个月要生日，有没有要吃大餐？有啊，谁生日不吃大餐？你说清楚，说明白。
那你就要吃大餐啊，对不对，星星？兄妹，下个月生日要吃大餐，在想要吃什么？吃烤披萨，多来一点。不错吧？谢谢大家。哦耶，每天都在炫耀，呦呦呦，啪啦，呦呦呦呦呦。那你要熊爸熊妈妈吗？熊爸熊妈妈，他们对你那么好，没有他们，我他们是吃过了，但是互为吗？我也做生日礼物 ，OK， understand？ Yes， man。你继续设计好吗？好的，为了你们，我长得跟大家不太像，我有点那么的一点奇怪，长得跟大家不太一样，我觉得应该是我想的那样吧。吧应该说长得更大不一样，不确定，目前还不确定。你是不是乱画？没有乱画啦，没礼貌。确实哈，乱画。要是用我的心，你知道我画几张纸？我先画到快，整画快十张哎，十张纸，我在家撕撕撕。你没有画一溜就把它揉乱，六色糖，天。真的设计那个真的就是那个情所大，所以会让大家笑到大牙的那样嘛。嗯，就是跟大家就画的不太一样那个风格。如果你发挥你画人的画工，我就什么叫画人的画工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画人，我不管画什么，我都是有画人的画工，好不好？比较没有艺术成分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艺术细胞，不要抄袭我送你的图形，没有好不好？你的画工真的很奇特，就没有艺术细胞。因为我没有继续学画画，假如我需要素描，素描画的话，那边我应该会比较厉害一点，才不会我国中美术课活这么累。所以我都请别人帮画。因为实在是太难画，每次画都被打枪，画就像那个幼稚园，那个幼稚园会得奖，有超龄的感觉。如果继续学素描，素描画画更好看，你说对不对？就旷世巨作，知道吗？啊，有没有？我操，熊哥哥，画画真的是很难。这菜它需要极度的美感，美感你知道吗？需要美感在，没有美感就没有办法。哎，你心中要想想看，你是不是跟幼稚园小朋友比赛还会输呀？不会，我是得奖那个 ，OK？ 别小看我，我真的是样样都有学，样样都不及。好像开始不那么期待。不那么期待，真是吼，反正你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期待。哼，原来十一月就是这么的快。安慰奖 ，King 什么安慰奖？熊妹哪会得安慰奖？熊妹得旷世巨作奖，熊妹自颁的奖项。我要去越唱了一趴子歌，那个 My Stay。So you。呦呦呦呦呦！欢迎来到熊直播台。哟，欢迎来到熊直播台，这里是快乐的天地。哦，每天每天都有开心的熊得陪伴你。哦耶！每天都在唱熊之歌，熊熊熊。熊熊熊，熊是最可爱的动物哦。耶，这样，唱个自我介绍吧。
大家好，我是郑宇威。郑宇威，郑宇威，哦耶哟，宇威是最可爱的动物。想不到了。最近总觉得台湾很多人戴渔夫帽欸，兄妹。对啊，就是流行，没有跟上潮流。可是还好吧，我觉得最近没有，就那一阵子的热潮欸，后面就没有。不会是穿上街只有路看的，会四处奔跑的快突然吗？没那么夸张好不好？什么？什么穿上去之后路人看会四处奔跑，因为什么 monster no monster， 我觉得你这样不行，你毁了熊的旷世巨作了，那个感情知道吗？我简直心碎了，打完了呢。欢迎大家敬请期待11月的圣诞节。谢谢大家，欢迎来看熊的 hip hop 之歌，饶舌。我最近也走饶舌风，唱那首不星期天的下午。他那首歌怎么唱？我想一下啊，没有那个旋律。星期天的下午，我不知道可以唱什么。欸，我觉得有可能升10%或15%哦，因为那个降格蛮多的，还是20%也有可能，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星期天的下午，再2分就可以入睡了，对呀，星期天的下午，有现在是差不多了，好了，付伟 ，Hello。呜啦啦呜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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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嘿嘿，叮叮当叮叮当，人生图像亮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大家喜洋洋嘿。我好像蛮会唱歌的，开玩笑的啦。我唱圣诞老阿公驾着美丽雪橇。还有单身红宅木椅啦，最近卡啊，我知道，还需要暖身一下。我觉得我这样特别好看，不知道他们出这种类似眼镜，可是不知道真人戴起来长。你看他这边还断光，还有这个星星图，蛮好看，我觉得蛮适合。太可爱。这也蛮适合。还有什么？霸道总裁，姐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哦，谢谢。我们来见证一下我们升级吧。啊，24%哎，纳米，我今天算错了吗？24%。还有24%，39%，20%，他说每次降格其实都不一样，就是有个酷的。好啦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兄妹的直播，谢谢大家，哦耶，我们撑到结束，有兄妹数学优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鼓励，眼睛瞧一下。谢谢大家，欢迎进来看 hip hop 仔。六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Say you na na， say you na na， say you na na， say you na na。小丑，拜拜。